什么？蛋仔派对中的小黑蛋竟然有一个非常非常喜欢的武器，那个武器可以一下把蛋仔打晕，然后他就把我们偷走了。伙伴们，你们不会还不知道他的武器是什么吧？什么？蛋仔派对中的蛋贩子居然有一个专属武器。 Oh my god， 以后我们蛋仔要倒霉了，我哭了。你们不会还不知道他的武器是什么吧？我来告诉大家呀。众所周知，蛋仔派对中的小粉大家都认识，小粉也有一个专属于他的武器，他非常的喜欢。伙伴们注意看，小粉的武器蛋仔派对中的脉冲弓。小伙伴们注意看，我前面是商店，而小粉最喜欢的弓箭在游戏中是可以找到的，就藏在商店旁边。这个弓箭可以射蛋仔啊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那么蛋仔当小黑最喜欢的武器是什么？我来告诉大家。伙伴们注意看，小伙伴们注意看，今天我收到官方发来的一个视频，你们看小黑在干嘛？一直在擦咸鱼啊，快看他的咸鱼都被他擦得反光了。所以啊，蛋仔派对中小黑就喜欢的就是咸鱼，并且在官方的海报中，小黑也是整天拿着咸鱼乱跑呀。快看伙伴们，我在游戏中捡到了一个咸鱼，我发现咸鱼有把蛋仔打晕的功效。哦，你们看，蛋仔会被瞬间打晕，所以啊，蛋贩子小黑才那么喜欢咸鱼，因为咸鱼可以打晕蛋仔，帮助他们偷蛋啊。你们知道了吧？哦。